概是我八个月前我就见了，先见了这个演员，我就心里对这个演员印象很深刻。就那时候我很少见到有一个卷毛的发型，我总觉得他像一种动物这样啊，就很可爱的动物这样啊。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时候，我要去碰友，我要扯他头发，我就说，哎，我可以扯他碰吗？可以啊，我就拉他，我说你这自然卷吗？我觉得他的这个反应跟表情，我觉得让我觉得很自然。你为什么要跟我安排啊？严肃君这个角色，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压抑的角色，然后因为他又是富二代的孩子，一个独生子，然后他从小又失去妈妈，所以他对独立女性这块他会有特别的好奇心，对，所以他看到妒忌这么独立的女生的时候，他就会对她产生一种莫名的，这也不是母爱，莫名的很多的幻想。明天要查案，我就摩托车哎。你这个出去！再一遍。记住你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小心他，你要保护他，这时候你要保护他哈，你们互相相信的安全感哈。叶少君，今天那场戏其实拍起来蛮好玩，因为那时候是一镜到底嘛。那还好，我觉得以豪他也很保护我，在这个部分，他可能知道要东倒西歪、撞来撞去，他也用手啊，然后用身体去保护这样。所以我也不知道哎，就是两个人默契挺好的。我觉得这是很棒。警察，警察，我没警察。啊！就这样意思，对，就这样意思。一直哦，一直哦，不要停啊！这个是一直一直，大家都去吓到，这时候全部人都被吓到。其实真的在打 David 哥那一场的时候，我脑袋是一片空白的，就不太记得自己说过什么话，或是做了什么动作，只记得被拉开就是爆炸，疯狂爆炸。然后打 David 哥就是打 David 哥，对，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沙发是抹布的，所以自己的手就刚好也不小心磨到了流血，对，但是我觉得感觉有到，非常的开心。这部戏来讲，我觉得他已经做到我已经很满意了，甚至我认为应该说观众去看会非常喜欢他。